好，来，我们进行中油的审查。第一案、第二案、二之一案并案审查。来，台堂提出说明。啊，把那个中油提出说明。嗨，中油，中油。是。哦，等一下。二之一案是新增案，我们是不是先让程序完备，先请议事人员宣读？嗨，二之一案是刚增加的哈。宣读二十一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编列，亦为因应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因此建议105年度营业额应较减少2800亿元为782亿8457万1000元，支出以因应同步调整。提案人黄伟哲委员等，宣读完毕。好，来，我们第一案、第二案、二之一案啊，并案审查。来，中油提出说明。是，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当时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油价是在85块，我们编105年度是编这个70.11了哈。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个油以现在的油价来看的话呢，大概油价大概在35块上下了哈。所以按照这个部分的话呢，第二案的话呢，我们是遵照来办理啊，遵照来办理。那么第一案的话呢，我们是。看看是不是请这个委员能不能够作为这个主决议啊，做主决议，我们的就改第一案改主决议，好不好？好，这请委员帮忙，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还是照预算案通照列，好，预算照列。照不是，现在讲第一案跟第二第一案预算照列，第二案减列2873亿6800万，他这个中油可以通过。那销货成本的过销货成本的部分呢？哎，这是一样的啊，收，哎，对，好，那我们就是照修正通过。我们要减二之一的部分，二之一2800亿就好，不要减那么多。他们中油也同意。好，那就二跟二之一，就是以减少2800万，2800亿，收支并对。好，成本也一样。好，照黄委员的修正通过，3、4、5、6、7并案审查，中油提出说明。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有关于这个部分，大概主要是有关于中油大楼的租金收入。我们目前为止是积极在招租了哈，招租了好几年了。对对对，但我跟委员报告，现在大概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这个部分了，但是是不是能够允许啊？我们就是说。是不是今年是不是提案啊？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招租的对象大概要到6月份、7月份才会进驻了，是不是能够这个增列2000万？是不是可以？3、4、5、6、7都是同样的。好，增列2000万，来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我们照修正。1000万要不要？谢谢。好，增列1000万，好，修正通过。营业总支出8、9、10案。并案审查，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公司其实看一下，我们105年的这个人事预算啊，其实是编了225亿，比104年的249亿其实低了很多。我们其实是已经很务实的编列哈。那么用人费用，我拜托各位委员能够帮我们保留，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当时在编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公保年金的问题了哈。我们现在公保年金一年要提1亿5000万啊。最少要提1亿5000万，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已经在这个225亿里面，我们大家尽量来匀资。所以是不是能够请各位委员帮忙，就有关用人的费用哈，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不要删减，好不好？谢谢。大家有没有意见？我们预算照列好吗？好，那预算照列11案水电费，提出说明一下。好，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大概水电费啊，当然电费现在看来是会调降啊，可是。我们105年整个的这个炼产的这个规模，其实因为我们大概这个双数年的时候有税休，单数年的时候没有税休，所以我们这个炼厂的开工会比去年要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高厂停下来以后呢，其实我们南部整个输出的部分呢要重新调整，每个油库大概都要装泵浦，要泵油啊。我们大概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出估啊。大概南部这个油打来打去，大概要多打大概122万个这个公饼的部分哈。那最重要这里面因为是水电，那水费呢大概会调涨了哈，水费大概是会调涨，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呢、啊、这个不要删减这么多？好，你自己讲吧，你觉得遵节使用？我们五千，
两千万好不好？好，两千万哈，那就是减列两千万 好的水电费。好，谢谢。好，修正通过12、13、14案并案审查。好，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旅运费里面呢、啊，其实不是那个旅费，其实最重要是什么？是油罐车的费用了哈。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油罐车代运的费用呢，因为现在基本工资也涨了啊，那么相关现在整个的高雄炼油厂停了以后，就刚提到整个输出设施要做调整了哈、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你们这是跟人家议价还是公开招标的？我们是招标的，招标的，招标的，我们就把底标再压低一点就好了。但是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一方面来讲的话是那个就是那个里程会增加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其实那个管理费啊，相关现在我们对整个80公司，你们的竞争对手台塑平均每公里的旅运费，你有没有了解？他们运费应该比你们低吧？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台塑这是委外的，不是公司自己的。对对对，但是台塑基本上来讲，它只做生产商，它的下面的那个部分其实都是交给像台亚啊，他们去做的部分、啊、可是还是我就说结论了，不管交给谁，结论是比你们低的。啊，你们可以减多少？先讲了那个数字，减5000，减3000，好吧，我们减那3000，那我们减3000万，好不好？旅运费是旅运费的部分，好不好？他们针对是主要油罐车。对啦，主要是油罐车，因为南部整个的那个输出体系都做调整了嘛，好不好？那个车也增加了，这个有好不好？是不是？谢谢委员。所以减列两千万。是。好，修正通过。3000还2000？不，2000还3000。两千。啊，2000万，啊，不能两千后了，两千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不要喊到3000啊！好，修正通过15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你们自己讲吧，遵节使用。我们这个部分3500万，好不好？好，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500万是只有这一项，还是所有后面的？15项，现在只有15项，单独讨论15项。因为后面的部分呢、啊，其实跟这个部分都是有关的啦，你知道，它是总账里面的项目啦。其实这几项都可以到后面。15案会跟哪几个案子有关？对，后面哪几个案子我们跟64、65、66、81、94、100。好，来，我们所有委员可以一起看再听一遍哈。跟没有这一跟好，那我这个保留到第15案并同哪几个案？6几？64、65、66、81、93、94、100。这是总项嘛？哈，总账总账，他总账，对对对对对。除以分项。是，好，谢谢。没有，议事人员有做清楚吗？他总共只有2亿啊，他总共只有2亿。最后是总账。对啊，他是总账，对的。15案保留，连同刚才所念的所有的项目，最后去一并检讨。对，好，16案。好，那个16案主要是那个修理保养跟保固啊。我跟各位委员报告，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我们海管的维修了哈。那因为海管每年固定都是要下去看它整个的这个悬那个海管有没有悬空的部分。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管线管理、工厂维修都在这个部分。我自己在内部的时候都希望这个工厂维修要确实才不会发生公安事故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委员给我们支持啊？是不是能够不要删好不好？不要删啊，来，因为60亿的经费哈，你们这个跟结算增加幅度太大了，而且酌减一下啊。来，你们去年结算数多少？38万，38亿。39亿。但是因为最主要，光是海管大概就要增加大概5亿的支出了。那你今年是编60亿呢？对啊，那还有管线的管理、管线的迁移、工厂的维修，大概都有在里面了。去年决算39亿。对。那今年增加哪些部分？今年增加第一个就是我们海管，就是我们这个 LNG 永安出来一直到这个通宵上来这个管线，那么要去抛石，要去监测啊。那还有相关的这些管线的这些迁移啊，这个部分大概主要是这样子。要删多少？这样，对地，对地方券，那我们酌删5000万好不好，委员？就是16万修理跟保养费。
您这可以来了哈，五千万您桌上五千万之后，来，如果可以修，如果可以三千万更好啊，好不好？未来的艺术集中，你不用做那么多、啊。你这可以、啊、对了，对了，就三千万，安全最重要、啊。对对 对, 对，你们主要是说对这些管线的保养跟保固哈、啊，料理从宽，这个公安事件是。在怎么样多的经费都要维持这个公安的这个危险系数，帮他降到最低了。三千万好。不了，杀青后了。好了，谢谢。对，那这个管线维护是很重要的。对。好。哦，来，所以三千万，三减三千万，好，照案通过。来第十七案。第十七案报告一下，最主要它的部分，一个是加油站的外包费了哈，它这个里面。它是行销费用里面的这个加油站啊，因为现在整个的加油站，包括员工的时薪啊，以及现在的特别休假啊、管理费的增加，其实这个部分是增加的。那另外一块呢，大概就是我们在厄瓜多的这个油田呢，那因为它现在已经油田逐渐老化嘛，所以它的成本会比较多一点，对吧？所以完全不删。这个是不是酌减两千万了、啊，好不好？不，九十四亿减两千万，你没有减到啊？因为这也在恁调线嘛，哈，那你厄瓜多那个老化，那个是明年变的预算又更多。嘿，当时六，那怎么这个厄瓜多现在保文慢慢处理？那个，因为九十六案其实跟这个部分也是同样的案子啊。对啊。跟你讲我跟我这。我这边的提案呢、喔、是减列四亿啦，好，那四亿你们有没有影响？会啊，我觉得这尊杰使用九十四亿三四亿啊，会有影响、啊。尊杰使用啊，那五千五会，对啊，有公安的问题是，对啊。我们的劳动成本增加，因为有很多的这些的我们的外加油站的外包啊，加油站的外包，那我们都把工资从那个低的拉上高来。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有一个休假的，我们也把它摆进去，给这个劳动条件、哦、更好，给我们的基层的劳工。有兼顾公安、哦、但是也要请你们遵节支出了。是四亿，我们把它降到一亿了。好，一亿。几页是不？好 ，OK， 照案通过了不要随便点头，你要这确实可以。五千万好不好？啊，五千万啊，五千万好不好？没事了哈，五千万，五千万。好，修正通过，十八十九一起讨论。专业服务费好，十八十九跟委员报告，这个专业费用主要就是用在探勘费用，在海外在国内的路上了。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油价比较低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国外去多打几口油井，其实基本上来讲对我们国内的能源安全是比较有帮助的啦。我们现在大概在查德、在尼日啊，大概都有相关的。查德现在查德跟不。跟文报那是利比亚，不查德目前为止现在正在进行整个的开发作业了，大概高风险区啊，你们有时候评估这个探勘地区哈，真的要考虑它当地的政经风险，是那个风险区高风险区你们去哈，我们觉得风险很大，不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比方讲我们在美国的墨西哥湾啊，这个政经很稳定，但是那里的油田就。一天只有四桶五桶啊，我们在查德一天有一千桶两千桶啊，这样其实是规模是不一样的。这探勘本来就是比较需要呀，但是我们会评估国家的风险，会评估相关市场的风险，好不好？我是觉得是说委员这点其实都给我们鼓励，可以给你们用了，但是哈，你们的评估要做好了。好，我们担心的是说，我们担心的是说你们找到不对的地方了，好不好？是不是应该找到最适的地方？主席，我觉得。酌减了哈，那冻结部分了，提这个评估报告了。好，酌减了。好，酌减。那我们两千万好不好？两千万好不好？好，那冻结五分之一，好不好？提出那个冻结，我们提出报告。好，提出报告之后，今天两千万冻结的20%了哈。好，五分之一了，就五分之一20%。好，是谢谢委员。好，二十二一，修正通过哈，二十二一公共关系费并案讨论。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其实公共关系费，中油公司其实真的是蛮少的、啊，那这样我们会遵节使用啦，好不好？这个部分请不要删我们的这个了，好不好？谢谢。那个你们那个十八案那个地方哈，你们补一下各个地方哈那个开销的那个细目状况。
好不好？你们去探勘的那个计划，好好好，好。好，二十二一兆啊，预算照列二二二三。好，那个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服装报这个服装费其实都是第一线的加油站啊、工厂的这些同仁在用的了啊。那有些部分呢，其实它是隔年才编一次啊，像外套它是每两年才做一次啊。它其实做，我们基本来讲自己同仁流动比较少了。那攻读生的部分其实流动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基本上来讲还是 会提供。所以我们这部分你们估一套多少钱？我们现两千块钱呢、啊？每个人是两千元。不然，减五十万啦，好啦。哦，减五十万啦。哎，我跟你讲哦，你一个人两千啊，抬五十万，一个就讲好，表示你足虚劣哦。啊、你五十万两千是几个人的分？几个人的分？嗯。因为有一些是要做到外套啊，有一些是不需要。250人，你看虚裂的那么严重，那就多抬，给抬几挂。我觉得对啊，不行啦，委员，这个真的是，你得给抬，因为已经这个不，这是第一线，这是第一线同仁的。我安尼啦，我上高志鹏都有提案了哈，安尼高志鹏较济啦，高志鹏较济，我较济啦，我减安尼30好了哈。好，前列三十修正通过，二二二三并案讨论。好，哎，二二二三已经讨论了哈，就是三减二十万，好，照案通过，修正通过，二四二五。没有进金啊，进金。好。对。哦，我再修正一下，二二二三已减列三十万。对。好，修正通过，二四二五。来提出说明。那个利息的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大概现在付息负债的部分大概是3600亿了哈。那么如果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碳采跟相关的这些投资，在今年要到4000多，啊，大概要4000多。那现在的那个利率是有在下降，但是因为借债的这个本金是增加的了哈。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能够允许我们这个决算呢？上一期的决算，上一期的决算大概是五十亿，五十亿嘛，那、啊、你说三千多多一千嘛，四千亿嘛，对不对？四千亿哈，五十亿跟八十五亿哈差太多，这个可以大删，这个至少要删二十亿。不是，这八十亿那个没有啊，八十亿有租金在里面啊，有租金，那是包括租金啊。利息只有六十。没有，我就是说这个项目你们上期决算多少嘛？利息的部分呢、啊？没有，你那个租金与利息嘛。一百租金跟八十亿嘛，哈，你今年增加4.9亿嘛，对不对？哈，你变80.6亿是增加了4.9亿嘛？那我们不看增加，我们来看决算嘛。你上期决算是多少？跟决算比嘛？上期104的决算两个加起来是71亿，对啊，71亿嘛，对啊，对不对？71亿，那你如果说今年比去年多4亿的话，就75亿就够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吧？对呀、啊，所以可以杀5亿啦。但是我们负债增加，我们负债，我请教租金是多少？我们负债大概会增加大概400到600亿啊。然后因为要看那个整个的进程，那个已经在你增加的4亿里面了嘛，那个部分已经增加4亿。容我跟主席跟委员报告，我们到去年底的付息负债是3600亿，今年我们有比较多的投资计划，那我们本身还有要取得油气权益，加起来大概会增加到800亿左右，所以说会从3600亿增加到4400亿的付息负债。那委员利息是有一点下降，但整体来讲，因为它的分母变大。等一下，你听我讲，我在这里打住，很需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讲的全部都算进去这4.9亿了嘛，对不对？你因为多编了4.9亿嘛，就是你讲的嘛，你增加啊，所以你增加的4.9亿全部给你嘛，好，全部给你。可是呢，我是以上期的决算来加这个嘛，那你上期的决算才71亿，加这个4.95亿就76亿嘛，可是你却编了80亿，所以可以杀4亿嘛，那我们再减一点，就2亿就一定 OK 嘛，你知道我意思吧？官委，我想这样子啊，为了要改善他的财务结构，降低这个负债比哈，行不行？我们就。三减列1亿啦，好，那你这个动资4亿啦，2亿不行吗？1亿啦，啊，几亿啊？那动资4亿，然后专案报告了，好，书面报告了，1.5亿啊，委员啊，拜托了，委员拜托了，
我若不是、哦、我若不是有困难，我真的哎呀，安尼简略一意了，好不好？简略一意，简略一动示意了，是的，是的，是的，动示意哈，提这个报告。好，修正通过。好，来第26案，折旧与摊销。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折旧跟摊销是必须依照会计师认定的 IFRS 的规则来提列啦，我们也不敢多提，我们也不能少提啦，好不好？好，我想这个就照案通过吧。这个是预算的，好，预算照列。好，27到31并案审查。好，那个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捐助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林园啊，大概有这个三清环评的时候是有承诺，是说我们要在地方去做补助。那当时就是跟高雄市政府这个部分的话呢，大概有12亿，每年要编3亿啦，啊，每年要编3亿。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委员给我们支持啊，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跟地方上的承诺啦。我当然要照列啦哈，但是你们执行实在太差了哈，刚好在我选区啊，你们在我选区，你从三清更新到现在，本席已经连任了。好，5年，再加上之前我还没有在这个选区选的时候，4年，好，总共快10年了。三清更新已经现在在运转了，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补助完。好，然后我要跟这边我还要要求，好，你们说在县市合并之后，县公务局很，你们我们的项目都没有变，你们承诺当时我都还没有在这边服务的时候，县市也还没有合并前，你们的项目我们都没有增加，但是因为改为市价征收。好，物动这个物价波动，所以呢，县市合并之后，市政府提出总共提出你们原修原说要补助地方12亿，项目不变，因为改为市价征收关系，改为变为16亿，所以现在34亿，我现在还要婆婆妈妈的，不好意思，我用这个字比较真的替我民众在发声呢、啊，我们所有的人好像我们就是要跟你们讨钱一样，现在你还要经过你们董事会，这个还要经过董事会吗？董事长，您再讲一讲吧。我们市政府都提出来了，还要多增加4亿，原来的补助都通过了，对了，原来12亿当然通过了。那乱了多久啊？对，但是还是有逐年编列，还是都对。那你现在那4亿怎么办？多出来，因为市价，而且这个早就告诉你了，县市合并之后，人家公务局很负责任提出，其实这12亿是不够，是16亿。可是你董事会还是进行同意，只有12亿。然后现在变成说好，我现在已经我们九合一选举完后，立委选完之后了，好，那市政府也觉得说，哎，这不行，我们还是要赶快的来争取，又要再跟你们争取，怎么会是用争取呢？这是你承诺地方的项目没变呢，只因为这个改为市价征收，然后这个相关的物价波动，什么都没变呢。报告委员，不要动作，我们要努力来执行这个案子。没有你，我先讲清楚，我不准再经过董事会同意了。好，我现在市府就会送上来这个公文，那你就直接给我核下去了。董事长就要核下去的，你不要再告诉我这还要董事会。我想有需要的，我们是照程序走了。那对程序没关系啊。啊，程序要不要经过董事会？但是如果是一个形式上需要经过董事上，我们还是要经过，所以请这个以免违反这相关。董事会有意见，你下台啦。我要紧啦，我啊，哎、欸，没有，你现在程序，所以你的意思，你程序还经过董事会吗？对，不是过去的都通过了嘛？那现在如果新增的部分，对，还是要4亿嘛，将近4亿。新增的部分，如果看那个额度了，有一些额度太小，但我看这额度是需要的，所以部里如果来，董事会通常都会支持，并没有。好，那你下一次董事会什么时候审？欸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啊，所以现在你们5月13号又要再开一次，四月十三号，好，那4月13号一定要通过，董事长你要负责游说，负责说明，来不及了，对，这个不，我想会，5月13号，对，5月13号，什么？这是三清更新。承诺地方在承诺，市政府都还没有县市合并，我本人也没有在这边服务，就承诺地方的，到现在还在执行。不，那执行是要看他们有没有提出工程计划。有，好了，我们不要再变了，好不好？不要再变了，好不好？好，4月13号就要通过这个案子，市政府的公文已经出来了。包括五月，因为四月事实上是来不及，五月。为什么？我现在3月底呢？没有，4月13号开董事会。董事长，4月13号能不能通过了？
你董事长在这边，你应该可以承诺一下。不是承诺，这是不要紧啊。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助的部分，知道了。事实上，董事会能不能列案讨论？不是怕列不进去了，因为绝对可以啊。市府现在公文就上来了，时程如果列得进去，我一定会列进去。没有一定要进去。我告诉你，我做这个案子，不好意思，我耍一下，我就是我招委的权利、那个，我就监督这个案子。报告委员，我们努力来做，这不是特权的问题啊，努力来做。你拖了十年呢、欸，冤枉啊！冤枉啊！没有，10月13号一定要通过，而且要纳入通过。好，来这个，好了，我们来，这是27案是吗？27案是吗？27到31啦。好，我全数冻结。全数冻结。你如果两个礼拜能够给我证明说你能够在董事会已经列案了，白纸黑字给我看，我就会就是向本委会说明。我跟你们讲哈，你们在糊弄我市政府，糊弄我高雄市民，糊弄我林园大寮的人，搞什么？所有林园的产值，三清更新的产值，供应我所有，不是只有供应我高雄呢，是供应全台湾的工友呢。这样哈，那个我要替主席呼应一下了。那个选区里面的痛苦哈，那个招委他天天在那边，实在是感同身受了。按、啊、你们这种进度无法接受。那刚刚主席说全数冻结，事实上是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承诺4月13号会通过嘛。好，所以我们今天出去委员会。你如果4月13号通过了，我们在院会协商的时候，全数冻结就可以改嘛。所以这个地方出去全数冻结，我觉得很 OK 啦。可以附条件冻结，就是如未能在4月13号能够通过，三清更新的相关经费的话，我不予冻结。不是，就是说条文里面白纸黑字写，如果所以说他如果4月13号自动通过的话，就自动解禁了。就不用再，就不用再跑回来这里，也不要全数冻结了。没有，我全数冻结，我坚持。不是那个，不是委员，你一旦全数冻结，我现在是替市府在讲话，我现在替高雄市府在讲话。没有，这里面不是只有土地而已、哦，不是只有、这个。不管了，还有很多所有的木林案，所有木林案都不能动。它里面对啊，不用讲哦，你们凭什么要我这一两秒当中、一两分钟当中放水给你们？没有，我全数冻结。好、哦，就是你两个礼拜之内，你赶快的。你赶快的告诉我，只要看到一个公文。附条件如未能在4月13号通知，4月15号，前董事会列案，对，哦，林园三清合并相关预算纳入那。那个文字你要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全数冻结。好，那个。因为我们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高雄市政府正式的公文，是我们会去，你们都是这样啊，我们会去，但是哎、欸，但是我们会来努力，他们都是用这一招的，我都没收到。专人送给他们嘛。我林黛华不用去做这种跑龙套的工作，你们要去追。好，我们去追。好，所以全数冻结。好，好来。全数冻结了，你说他这一步。不是，就附条件澄清，他4月15号。对了，那个。我跟委员，我们十号事业部副警长在这边嘛，好不好？由他负责去追嘛，好不好？好，让他追着我们努力。那你们这个4月15号，来解冻文字给我，解冻文字给我。好，32案。32案是我们管委员的那个跟前面那个就收支并列，刚刚那个第二之一案，管委员您好不好？征求你的同意，你要不要改为主决议？然后其他细项我们就逐项审查。好，那这个管委员他同意这样的修正文字哈。好，那我们继续。33到40都是油气输储费用哈，跟委员报告，这里面其实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油轮有增加，要提列折旧哈，海管刚刚也提到海管的费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半屏山这个我们现在整个的高厂，整个的南部的输储的，包括我们新竹油库要整个的那个输储成本的，大概都会增加了哈，不只是8亿，
他在油气输出费用今年编了123亿，啊，去年大概是编了134亿，整个编列的过程就已经有核实检讨过。用麦克风讲，用麦克风讲。那么数字，那么数字。是那个123亿是？对，今年编的 比去年就少很多了。对，去年是134亿。我们减一下就好了，减一下。减1亿，好好好，谢谢。好，减列1亿，修正通过，4.1到5.3。C1到53都是探勘费用嘛，哈。那探勘费用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有跟各位委员报告过了哈。因为现在油价低，其实我们是希望在油价低的时候呢，尽量能够做在国外去做相关的这些探采的部分，在尼日、在查德、在相关的地方大概都会打井啊。这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保留这个部分？那么冻结，那总共是4.1到5.3，就冻结嘛。4.1到5.3总共是多少钱呢，啊？你这样散居在各项目，55亿的，总共55亿，总共55亿，55亿，那我55亿，55亿啊，冻结。那我减2000万就好了。好，减2000万，冻1/5。好，修正通过。好，谢谢。54到57案。54到57主要就是那个杂项营业成本，杂项设备哈，是做什么的？这个部分基本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部分，因为在我们收入部分是有杂项收入嘛，那你要有杂项收入，你就会有杂项的这个成本嘛。比方讲是说我们在厄瓜多或者在中正这个机场啊，帮人家加油。那你就有加油的收入，有服务收入，但是你要做这个服务，你就有相关的这些成本啦。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不是请委员这个能够让我们保留？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不是也要给你们一些这个压力，增加你们管理效能，啊。那减500万，减呢？减500万，好吧？没啊，这的。好，减200万，好，能罢了哈。好，修正通过，58到73案。好，这个最主要行销费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外包的费用了哈。那外包刚刚有跟委员说，刚刚在旅运费里面有讲有减5000万，在那个这个加工费用这个项目也减了5000，其实都是在那还有其他的啊，已经减了，已经暂除包装对保险这些，它都是在行销费用下面啦。那前面已经暂除包装减了5000。啊，那个没有了，不是旅运费减了2000嘛？旅运都是在这个行销费用里面。你们有164亿啊，可是我减了1亿多而已，可是不到1%，0.5%。可是我跟委员报告，其实行销费用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加油站整个的这些，为什么要行销？对啊，你们是联合垄断，怎么会行销？不，我跟委员，你讲现在一个是我说行销费用里面，一个就是加油站这些。委外啊等等这些，现在整个的薪资都提高了，然后相关的保险啊这些，不是，他都在行销费用，他是算在对，他的那整个的费用啊哈，而且我跟各位嘛，不是说我们跟台塑现在一天到晚都在抢我们市场啊，你知道，我有跟各位报告好不好？那我们减少一点呢，啊，减2000好吧？好，减2000万，好，谢谢。再动1/10了。好，减列2000，冻结1/10。好，修正。冻1/10，要解冻的条件是什么？到底提书面报告后解冻。报告。好，谢谢。好，没关系。好，就冻结就是照刚才的修正通过。好，74就是减2000，冻1/10，提书面报告。对。好。74到86。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啊，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管理费用呢，其实最主要的14亿多半都是人事费用啦，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地价税、水电费等等这个部分啦，那是不是能够请委员不要删减？因为这部分就是这个总公司的人事费用，这个地价税啦，这个水电费、那个我的案是冻结案啦，你就冻结1/5好了。冻结不要紧啦，书面报告你了。但是哈，但是我的解冻条件很坚持，要提出总公司迁移时程计划后才能解冻。哦，今天我蛮坚持哈。对，我们会提报告。作为坚持，我们提报告。时间呢？关伟没有，是提出迁移时程计划，是再解冻。好吧，这可以吧？哈，冻1/5吗？
提迁移时程计划。林董，哎，动文字一了哈，文字一，然后提报告。十分之一。官员在提专，要提专案还是要书面？我看这个提专案，提专案。提计划啊。不，提计划，然后做专案报告了。对啊，提计划，提计划，然后再加上一个专案报告了。对啊，叫你们南迁呢，那么简单的事，好不好？委员，我们会，那就专案报告啊。我们会。好了好了，你就下不过后了。写报告了，我们提个报告了。提我们迁移的一个计划，哎，报告，我们提个报告来。我们没有意见，你最临场，我要跟。你最临场。对了，好不好？我们来，好不好？我们提专案报告了。好，来，我来下这熊，你放心，我高雄市的拢是团结一致的。是，不管谁执政，对，高雄，高雄也要跟。未来的中央大声疾呼，是就是专案报告势在必行。对，好，专案报告支持。嗯，动作，动作。对，叫专案报告。五分之一了，好，下来。好，来，再来，八十七到七到九十八，都是研发费用哈。跟各位委员报告，研发费用呢，一个就是相关的研究人员的用人费用啦，另外一个是设备这些固定的资产的折旧费用了哈。那委外的研究的部分，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发展这个绿能跟这个太阳能，还有相关的这些石化，这个石化高值化的相关的这些。大家都要弄太阳能，可是你为什么不集中资源好好发展？你这边弄一个，那边弄一个，这边弄一个，这家公司弄一个，那家公司弄一个。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在做太阳能的里面，基本上来讲的话，最主要是说我们整个的加油站里面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像我们那个路灯，不是今年要落日条款嘛，哈。那个水银灯要落日条款，我们也是请我们的绿能所把它的这个有关于太阳能的这个部分去结合起来。我们大概有1000盏要用我们的那个部分来，一方面也是 demo， 好，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委员给我们支持，因为在台湾以后整个不管石化业也好，绿色产都是需要研发啦。是啊，你们自己研发，人家工研院就在研发，你们去弄来用就好。那个不，我跟委员报告，其实上是不太一样，我们其实也有在里面相关的这个。材料的部分也有在去做，包括像现在，比方讲是说像电池，我们也说碳材电池的研究了哈。因为有些东西你可以是 leverage 别人，所以我们也有些部分也是跟人家合作的。那有些部分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因为我们在像石墨方面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做石油产业的，应该是我们比较有利基啦，好不好？是不是能够请这个委员来支持一下？这研发其实台湾以后一定要走的路吧？也是，现在是87到90，是98，减个2%好不好？那个董事长，减个2%，总经费这样加起来，因为散居到各个项目，22亿的哈，22亿减个2%，2000万，5%，买5%收这啦，你别做研究，哈，无啦，人要做研究，2%啦，减2000万啦，对了，2000万好不好？哎，2000万是1%啦。来报告了，看你们做什么研究了。好，那个那个冻结，我们来报告。哎，我2%了哈，好不好？2%是吧？是4000万哦。5000了。不啦，啊，不啦，3000了，好不好？3000，1.5%。你冻结1/5%，减1500万，然后那个冻1/5。不啦，安乐减2000啦。不啦，不是，减啥？22亿哈，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简略了。安尼啦，我怎样？我要跟你们说，三千啦，哈。好了，我冻结，好不好？我要求冻结。好了，谢谢了。减列3000啦，减列3000，好。减列3000，然后冻1/5啦。好，我们来报告，好不好？好，修正通过99到103案。是，谢谢。99到103，99到103。这个研训费，我跟各位报告。一定要请委员给我们支持。我们就是今年，我们大概还是近978个人。现在啊，中油公司好了，我撤案了，撤案了。人力段，照案不是撤案，照原列数了。预算照列就可以了，不用撤案了哈。好，104到111。哦，这个就是前面刚刚的利息的，前面刚刚谈到利息的费用嘛。104，对，没有。可是我还要再减一点呢。是，再加减2000万的，好吧？刚刚已经减一亿了，我再加减2000了，再减一亿了，不，刚已经减一亿了，刚已经减一亿，我们要减1000了，减1000，好了，减5000了，没当没压力，没压力，没2000，5000就好了。
委员，那我建议要减一千了，一多减一个哈。哎，委员，再减一千，再多减一千好了，多减一千好了。可以的，对，好不好？哎呀，王委员，对，多减一千了，好的。哎呀，我们这个公司实在很辛苦啊。所以是用64亿总额去64亿500多万啊，减列1亿1000万，1000万，对对对，好，修正通过，是是，谢谢。好，112案跟112之1案并案审查。好。啊？105。104是单独的。104是单独的。跟前面利息一样，所以从105。不是，是一样的啊，刚刚投资性不动产刚刚已经讲过了嘛。那所以是105到那个111。好，104是单独。105跟106是相同的。营业外费用是。投资性不动产105。那你们现在到底怎样都有点弄到乱了。对啊。你们确定 要另外审吗？我们现在是总额让你去。对啊对啊，你就总额去。对啊，那你要这样好吧？那我们104是单独好了，然后105到101。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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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不用不不不，对不起委员，不要来乱。好 ，OK， 112案到112之1。好，那个不。来，刚刚没有，就是整案104案到111案，要算一下现在剩多少了。对对对，算一下来，算一下。啊，因为要转投资，你们来等一下，现在剩了多少？也不能剩太少。1亿1000万，一亿千万。那总数，我说总数。我们刚来那个中油的会计人员在哪里？把占了4亿3000万。来，你把刚才我们从第一案到现在这个4亿3000万。哦，好。总共现在已经降到5000，34.3亿。不是，我说总营业已经降到5700，已经降到5700亿了。去年不多啊，去年大概不到10亿啊，对不对？大概5亿多，去年。哎，对。我们人事费去年249亿，今年224亿啊。对啊，我把人事已经扣掉很多了。自己都降下来。好不好？这个。4.3，不是，你还有，不是，除了三还有增加收入的部分呢、啊？刚刚还有增加，啊？没有，来，现在你现在要求他们要把所有目前的减数案列出来嘛？算进去了，4.3亿。好，目前3到4.3亿哈，我先做一个程序的处理哈。我们刚才有保留第15案。在讨论第15案的时候，就是说并后面的60几案，好，60几案细项来讨论。那是不是我们细项都已经检讨了？这个总额15案，我们就这个不处理。好，那就是依刚才的这些细项的检讨去做啊，来修正通过。好，那第15案就不处理。好，来，那我们继续。好，第一二，依序师依化天然气。来，112跟112之1，这个我们遵照办理。所以冻结，一个是冻结40%，一个是全数删除13亿，全数删除。要求遵照要求是全数删除。全数删除。全数删除。这上面，等，这杀鹰呢？等。你们为什么？你们那家是你们哪一家？那个是澳洲外海的，澳洲外海。全家就是你家还是怎样？那个是大家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定了这个计划，又要求全数删除？是中间有什么人谋不臧的事情？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计划基本上来讲的话，从开始执行到现在，他已经执行2年多。那以他现在的这个执行的进度来讲的话，他现在的费用是足以支应的。那我们当时编的时候就是按年去编嘛，倒不是说人谋不臧。好，如果是这样子，是等于是节省成本。啊，对，他在进行的进度的相关的部分。好，那我提，不会，提议全数删除。好，全数删除，照案通过。113、114、114之1、115、116并案审查。然后来我补一个程序，114之1。那我宣读一下这个修正文字。对，就尊重办理就是。
好，因为提案人苏委员他有修正文字啊，所以我先把修正文字宣读一下来。1141提案有鉴于台湾政府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案中所列新兴计划 L10502 天然气事业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总经费高达600亿，就应由中油、台电或其他方式办理，使能有效提升效能、缩短其程，以符合国家整体利益，仍有再行斟酌余地。本原提案冻结本计划105年度预算数。对这个31亿5221万1000元，以待未来重新评估本重大投资计划案。提案人苏振清等委员宣读完毕。是，好，我想就照案通过。为什么这个是高达六百亿？那中油跟台电哦增值不下。好，对对，那历任的几个部长好，对于第三座的液化天然气的裁定通过啊、事实上是都有一些角力啦哈，所以我想这个非常争议的案子啊，预算这么高，是不是留待未来之后再处理？可是我想提一下这样子、我想请教，我讲我的理解哈，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原先在张家柱前部长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有希望说，因为我们能源一直要改成天然气的发电嘛，哈，所以说要建设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必要。可是问题在于建设天然气第三天然气接收站，那个时候是有几个在角力，其中一个角力是张家柱前部长，那个时候他是希望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变成半公营半民营，那一半的民营是要交给营野良先生所主导的这个。他的一个投资就对了。那后来经过我们叫立成立党立主张，后来才变成完全公营。可是后来变成台电跟中油两个人要各占，因为台电是需求端，他要天然气发电；中油是供应端，因为他有这个技术跟过去第一跟第二的经验。那后来经过再努力，才变成由中油来主导。那由中油主导 OK， 可是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变成现在到苏委员所讲的，你们未斩先斩后奏，我还没有预算还没有弄好，你们就直接先推了，这点就我觉得中油你们自己需要检讨。但是整个大方向，我们希望说第三是天然气接收站还是保留在国家的资产里面，因为这是有利润的，我们不希望说这个利润流入到民间去。所以那要保留在国家里面，就看你是要中油还是台电中油，还是台电，这我没有意见。对。我是比较主张中油的了。我是想请教哈，这个案如果我们今年再遭冻结，那会拖多久？好，那拖的话，我担心的问题，我提出来请教。第一个就是说，我听起来苏委员他concern的是两点，第一点是需求端其实是台电，那现在供应端是中油，你们有天然气。但是呢，苏委员觉得台电也有能力，所以为什么不是台电自己盖，而是放在你们中油？这是他concern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哈，他觉得你们竟然先跑，好，因为新兴计划，这属新兴计划嘛哈，新兴计划预算我们立法院还没三读，你们自己就先偷跑。那我觉得这两点苏委员所说都有理。现在是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要回归到苏委员他的理想，变成说，中油就取消这个计划，然后由台电重新开始，会拖几年？另外第二个哈，我们在盖这个东西，其实算很幸运，你找得到地方盖，然后没有陈抗，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计划拖延，或者是重大变更一拖？陈抗出来，你去哪里找地来盖啊？谁愿意旁边一颗大炸弹在那里啊？所以到底我们通过这个案，对整体国家公共利益来讲，好还是不好？我有疑虑啦。但是苏委员又不在，好，你们说明看看。我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案呢、当初是否是台电或是中油盖，这个在部里边有召开。审查会有几个外部委员审查讨论过之后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这个是委员 的决定，几乎多数的委员都是支持中油来续盖，因为他有他的比较优势的条件。所以
那个时候是杜部长嘛，他们就去根据这些这些委员的决定做了做了由中油来续盖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这案子第一第二都是你们的，对，所以有他的这个经济效益了。那么这整个案子当然也报到行政院去审查，所以在去年的好像去年的八月间做一个最后的审定，都已经计划都通过了。所以但是为什么要我们会急着要做，主要是因为原来我们所提出完成的最后期程是113年，但是审查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说一定要在112年把它完成。那我们有一个时间的压力，所以在承办同仁方面呢，希望能够要符合这个期限。好，来，我现在哈经验跟你们分享了，因为我也待过教育委员会，我也待过交通委员会，我是初来到经济委员会，我所发现的哈，次长你要带回去，你们在做沟通的这件事情上面，几乎你们的努力是零。你想想看哈，我刚刚讲的，我们在座这么多位委员，我们如果把这个案全数冻结，假设说真的三读就是全数冻结，再晚一年，如果导致说这个东西盖不成，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这么重大的事情，是哪里说是提案人？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支持这种案通过啊，对不对？那你们在这件事情苏委员质询的时候很生气呢，你们竟然沟通不起来，你们竟然沟通不起来，你以为替国家做事情就是在办公室里面领薪水就可以了吗？这么重大的案子竟然还说好那就全数冻结，有吗？你们支持全数冻结吗？你们就是不管死活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要火力发电，我们要用燃煤改成天然气，这么重大的案呢？对，因为这个案，然后一个案要把你全数冻结，这个要全数冻结，你们竟然没有去沟通？不，包括委员，这种事啊，今天才提出来的，部长一而再，再而三的跑委员办公室都应该，我跟你讲。今天才提出来，那你今天才提出来，一公瓦固啊？好，次长，我认为我认同管委员的做法啦，因为这也吵了很久了，历任的部长都是如此啦，哈，都针对各方的角力，但是唯一我们大家认同的就是不能给民营给民间，好，对了，去处理，但这个的资产一定是留在国家，那营运的部分也是留在国家，这每年有100多亿的获利，对，那到底是中油跟台电这当中的协调谁来做，好，那我想这个是应该要经济部要负起责任来协调的，所以说你现在针对这个案子，要冻结这个要全数冻结的话，好，那所的冲击，那但是你的协调的机制，又是怎么样？所以次长您说明一下吧。好，谢谢。我想这个案子因为到后面做决策的阶段，我有参与到。那中油跟台电其实在部里面的立场，两个单位都有那个能力来做，就哪一个单位做它的优势是最好，那评估的结果是中油的 来做这个案子呢，会比较有优势，主要原因是因为有经验，两座的这个经验的关系，所以过程呢就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讨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问题就出在一开始要提前有一部分要先启动的这个动作，其实应该要向关心的委员跟部里面要做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个是在中油公司应该要检讨的地方。那至于这个案子，坦白讲，我们实在是不期望冻结，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看112年、113年，那个是我们在能源供应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因为我们的飞核家园的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延宕的话，我们的天然气的占比、供应发电量的占比呢，会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行政院核定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就在讨论112要求提前一年完工，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甚至呢，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不只有提前一年完工是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是不是建议这案子现在提案是冻结？那当然我们尊重委员会的决议，但是这个报告啊，这个提案的内容是不是不是只有说冻结而已，而是说请中油公司赶快提出这个详细的评估报告以后，沟通以后，然后再怎么样来处理？我建议一个文字啦，好。那个原哈冻结本计划105年的预算哈31亿5600万元啦哈，于经济部哈于一个月内
再行就中油与台电合则为执行单位为佳进行确认，向本委员会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解冻。好，可以，我觉得可以，嘿，一个月内，好，对。啊，你们在一个月内的时间，好好处理完这个沟通的工作，好不好？好，那我提醒经济部哈。我提醒经济部哦，如果是由中油来做执行单位的话，你其中台电给你们的两三百亿，好，这件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好，你因为你们的油虽然是说你们有技术，然后包括你们所禁用的这个进口进来的这个天然气60%还是台电在用，好，60%哦。所以但是你现在症结点就是你们给人家收了将近两三百亿的所谓的服务费。好，那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接受这件，因为同样都是国家的钱，你们的钱也是国家的钱，台电的钱也是国家的钱。好，我只是提醒这一点，你的检讨报告当中同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个人是不能接受，如果还是由你们执行，而你还是坚持说我要收这样将近两三百亿的服务费，好好，那不管，那我就提醒你啊，这件事情是对财务计划也提出来，好好 ，OK。所以说，再加上就是说，在一个月内提供这样子的这个谁的执行单位并啊这个这个财务规划，好一并的说明，好好，那这个我们就修正通过，来117案，来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118有没有意见？没有，119有没有意见？120有没有意见？121有没有意见？好，都没有哈。122有没有意见？好，没有。123有没有意见？你不是要给他开到差不多页？没有，现在我们不是，你现在讲的是哪一案？好，现在已经主决议了。对，123案有没有意见？124有没有意见？125有没有意见？126有没有意见？好，没有。127有没有意见？没有。128有没有意见？没有。129有没有意见？没有。130报告，抱歉，那委员128哈，能不能把那个文字改成建议政府应尽速制定天然气安全存量的法规啦？因为 LNG 它是液态的，液态它只有在船上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就是，哎，对，因为它上岸以后就变成天然气啦，所以我放在，比方讲我放在铁站山里面，那是天然气，那不是 LNG。所以你的修正文字是什么？就是就文字就把它改成建议政府应尽速制定天然气安全存量的法规，把那个 LNG 改成，那后面那个确保国内 LNG 就拿掉。你请你讲第几行，没有人知道你在讲第几行。倒数第三行。好，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故建议政府应尽速制定天然气，啊，就是 LNG 改成天然气三个字哈，那么存量之法规确保国内天然气，就是把那个 LNG 跟我们委员的要求呢，他都做得到，我们干嘛要？我们就不需要放水。没有，我都说不是哪一个啊？这哦哦，好好，好不好？ Okay, 好，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液化天然气的存量，你没办法讲液化天然，因为它就是 LNG 三个字改为液化天然气了，改为天然气安全存量，因为它一到台湾就变成天然气了，它就不是 LNG 了。这有什么差别吗？哦，一个是液态，一个气态，哈、哦。好 ，OK， 那修正这样的文字哈。好 ，OK， 修正通过。129有没有意见？130有没有意见？131有没有意见？132有没有意见？没有。133案撤案。134有没有意见？135有没有意见？没有。136有没有意见？没有。137没意见。138没意见。139没意见。140没意见。141没意见。那个报告委员，那个141啊，能不能倒数那第四行啊？是不是这个专案计划在三个月内送经济委员会，而不是每三个月送一次，每三个月送一次，哦、可不可以？ Okay, 好不好？好，谢谢，谢谢。Okay, 好，我们回过头来，刚才我全数冻结那个案子，那个哪一个案？哎，第31案。预算的30，就是4月15嘛，哈，4月15日以前嘛。要整个并在一起，那是哪一个一块的没关系。好，我们27案，好，预算的，营业总支出，好，然后下面27到31案这边，
好，这边修正文是哈，来各位委员参考一下，在原提案冻结预算一亿这边开始哈。没有，我们取十亿，取二十七亿，取二十七案这一个案子来。好，取二十七案的文字，好，那后面文字增列，全数冻结，是台湾中油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五号董事会通过，捐助高雄市林园区连外道路三条及十一项工程相关预算，因分年施作物价上涨及土地征收价格变动之差额后，使得解冻。对对，一定要懂。四月十五号董事会通过。好，各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修正通过。好好好，修正通过。但是是以第十二十七案的头来处理哈。好，那我们没有的话，就今天预算审查完毕。好，我们宣读修正动议。谢谢委员。好。好，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一百零五年度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委员提案处理如下：营业总收入第一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但是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的内容，在末句中要求中油公司应依油价走势核实检讨。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第二案及第二之一案，照第二之一案通过。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并案处理，增列一千万元。营业总支出部分，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第十一案减列二千万元。第十三、第十二案、第十三案、第十四案减列二千万元。第十五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第十六案减列三千万元，第十七案减列五千万元，第十八案、第十九案并案处理，减列二千万元，另冻结五分之一，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二十案、第二十一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第二十二案、第二十三案并案处理，减列三十万元，第二十四案、第二十五案。并案处理，减列一亿元，另冻结四亿元，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二十六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第二十七案至第三十一案全数冻结。以第二十七案为主，全数冻结是台湾中油公司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五日董事会通过捐助高雄市林园区连外道路三
条及十一项工程相关预算，因分年实施作物价上涨及土地征收价格变动之差额后，使得解冻。第三十二案部分改成主决议，在末句中要求中油公司应依油价走势核实检讨，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第三十三案、第三十四案、三五、三六、三七，一直到第四十案并案处理，减列一亿元。第四十一案，一直到第五十三案，减列二千万元，另通过王惠梅等委员提案冻结五分之一，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五十四案至第五十七案，减列二百万元。第五十八案至第七十三案，减列二千万元，另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七十四案至第八十六案，以第七十七案为主，改冻结五分之一，除原提案内容外，再加专案报告。第八十七案至第九十八案，减列三千万元，另冻结五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九十九案至一百零三案不予通过，预算照列。第一百零四案至第一百一十一案，减列一亿一千万元。第一百一十一、第一百一十二案及一百一十二之一案，照第一百一十二之一案照案通过，全数删除。重大之建设事业部分，第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四之一，第一百一十五及一百一十六案，照第一百一十四案之一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在末句，经济部于一个月内暂行就中油与台电何者为执行单位为佳进行确认及财务规划，提书面报告后，使得解冻。在决议的部分，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二十六案、第一百二十七案均照案通过。第一百二十八案部分，于倒数第三句 LNG 修正为天然气及确保国内天然气的供应，修正后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一百二十九案、一百三十案、一百三十一案、一百三十二案均照案通过。第一百三十三案撤案。第一百三十四案、一百三十五案、一百三十六案、一百三十七案、一百三十八案、一百三十九案、一百四十案、第一百四十一案均照案，抱歉，到一百四十案均照案通过。第一百四十一案修正，倒数第三行，因每三个月的部分，应于每三个月后照原提案内容通过。您的一百那一百零四，你宣布一千万啊，其实是并二十四、二十五利租金利息的呢。一样的，对对对，多 ，OK。协商部分宣读完毕。没有，在三个月，就是改为三个月。好，我们这边有这个修正哈，针对一一四之一。啊，经济部为于一个月内再行，我们一个月改为三个月。好，那修正通过。好，我们再等一位委员到，我们就可以，就差这句话而已，快点就可以结散会了。差一个委员，来那个各党团的，各一个就好啊。这句话对党的最重要。你们的国会联络人在哪里啊？对啊，就不应该让委员走掉啊，你们连这种最基本的事情都不会哈。Thank you.
报告委员会，更正刚刚宣读的部分，第二十四案、第二十五案及第104案至111案，共计减列1亿1000万元，另冻结4亿元。报告后时的通知，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我们委员的提修正动议及提案的部分，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均照列或随同调整，请勿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台糖公司与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审查完竣，上本次会，对不起，我补充哈，本次会议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台糖公司和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审查完竣，上会，谢谢，谢谢两位委员特别赶下来，谢谢。还是要宣告，因为有这个东西就是。
对，他用三个来做规定，然后我跟你讲，谢谢谢谢，我等下请坐啊，我。